李思华凭《金宵大厦》扬威海外，陈山聪暨作集《再下一城》。李思华凭剧集《金宵大厦》在台庆和纽约电视电影节都拿到奖。昨日他和陈山聪、赵希乐还有监制、编审吃饭庆祝。庆祝李思华扬威海外啊！直头。倾足五个钟都话未够口，山聪除了恭喜思华，仲期望续集继续有奖攞。古巨基教仔仔数数字，视成长片段为无价宝。古巨基仔仔 Cushion 就嚟两岁，开始学讲嘢，基仔教佢数数字，仔仔好乖咁跟住去读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三、十。基仔认为呢啲珍贵嘅成长时刻系无价宝，等仔仔大个可以睇翻自己有几咁搞笑。